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收看《飆股急先鋒》，我是张怀慈。台股今天开高哦，但随后陷入了震荡整理，多空双方呢在23000点的关卡激战。尤其今天下午是台积电的法说会，但是股价表现还蛮平淡的，那台股也量缩，中场呢只有收涨了42点。未来行情怎么观察呢？替您请教专家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祥，中祥老师。怀慈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好，中祥老师就要请教你哦。台股今天是量缩小涨，可是昨天晚上那个男人哦，就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，他又开金口，他就说 AI 的本质就是机器人嘛。那其实机器人前几天你讲的时候也表现得蛮好的，今天又更亮眼，这类股轮动到底要怎么掌握呢？好，同学，昨天记得吗？昨天临时哈9点叫我盘中连线哈，我9点我就讲罗生跟所罗门，结果罗生就拉涨停板锁住啊。罗生今天涨停板的隔天就不要去追，今天罗生震荡幅度很大啊，如果开盘价去买你不冲掉收盘又下来啊，所以个股本来就在这里轮动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，今天大盘在这里是不是震荡啊？老师啊，今天杀杀杀下来又要拉拉拉拉拉拉上去，最后一盘被 K 下来，为什么被 K 下来？好像台积电是跌吧，我们看一下台积电，台积电今天收盘跌10块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被 K 下来了，跌10块啊，指数就从涨变成小跌，哎，还是涨了，但是变成涨幅没有那么大。来看一下，指数是不是就这样下来？那台积电今天好像法说不错，好像法说不错，对不对？那未来要怎么看？所以法说不错，应该明天大盘是开高啊，开高，但是有的股票不要追。那我一直告诉同学啊，在这里啊，我推出一个专案叫冲冲乐啊，一天一档到两档啊，call讯跟着做就对了。昨天我是不是126块、125块？我 call 说威盛会涨，叫威盛从125、126拉到132、258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我们就开始做冲冲乐，我们今天做哪一支？做细光子的啦，量这么大，哎、欸，但是细光子不是每一档都能做呢，对不对，同学？啊、哦，小额资金的或是大资金，你想做量大的啊，在这里就跟着我做就对了啊，在这里啊，我们做量大的啊，量小的、啊、没有价差啦。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是不是这样震，冲上去又拉杀下来。好，老师，细光子啊，哎、欸，今天。讯息拉很高哎、欸，我们今天没有做讯息。老师最赚钱的光盛竟然快跌停了、欸，我们也没有做光盛，啊，做我们熟悉的华星光，152块买进，而且保证你买得到。我们因为call的时间大概在10点，老师你怎么知道它会跌到152？老师他说258嘛，啊拉到这里就当冲掉。今天有同学冲30张，量大，随便冲随便赚呐、啊！哎、啊，老师为什么要当冲？同学，我跟你讲一个道理，老师是不是在100块叫你要买？老师是不是跟你讲132块又要买？是，对不对？啊，新会员买150几块，啊，你不做当冲，啊，你越买成本越高，不对嘛？所以。冲冲乐的冲冲乐啊，就这么做啊，对不对？今天152块买得到，买到就把它冲掉啊！你看啊、哦，今天啊、哦，我们看上权不太动了嘛，联雅也不太动了嘛。哎，今天联军哈、哦、从盘下拉上来，哦，老师，你今天如果冲联军的话啊、哦，10几%、哎，最高还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啊，联军不怎么有赚钱呢，老师。但是华星光有赚钱呢、啊、老师光盛是赚最多的，赚最多跌最惨。讯息没有赚钱呢，来看一下讯息有没有赚钱，赚一咪咪，对不对？光盛是不是赚最多5块多，对不对？华星光赚1块多，对不对？啊，联军赚几毛钱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做股票啊，不要一直迷失在基本面，
我们知道嘛，基本面最好的四星 KY 不是最好，4000块跌到1900，还趴在这里啪啪啪啪啪啪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怎么做啊，同学，在这里我们实际上的扣讯来看一下啊，实际上的扣讯，我们讲的话都实实在在啊，同学，在这里不要用骗人的啊，用骗人的没有意义，来看一下。感谢老师，买在152，卖在156，30张12万，放口袋。好，所以同学在这里这样。好，明天要做哪一支？啊，老师在 Telegram 里面都会讲。来，加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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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同学，我昨天晚上讲什么？利空不跌嘛，年底的行情逐步展开嘛，选对股3成到5成到1倍。哎，老师，我不相信你，我问你啦，华星光已经涨了5成以上的啦，对不对？联军也涨了5成的啦，啊，甚至有的低档算起来要1倍的啦。所以10月16号台股从跌400，哎，跌400多点变成跌200多点，外资大卖340亿，卖340亿又怎样？今天还不是走高，对不对？今天还不是有股票涨停板，卖300多亿要怎么样？是不是同学，对不对？在这里跟你讲得很清楚嘛，来看一下，仔细看 K 线，每天都收红 K 嘛。你看啊，这一支股票蛮邪门的，这一支叫创意，公司 没怎么赚钱，有赚了，不是没怎么赚了，但是第三季不怎么好，很奇怪哦。他每天都收红 K， 你看到没有？从这里到这里，每天都收红 K 啊！只要开低，你敢买，收盘都比开低开盘价还高，但是价差太少，太一咪咪咪咪咪咪，一咪咪就做波段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每天冲，哎，我告诉你啦，他价差都大概20块左右，啊，但是他还是比四星强，哎，你看四星还趴在地板上，哎，啊，我3000块叫你卖。我没有害你吧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没有害你，所以同学，我要救同学，我要救会员啊！我要让会员赚钱，大家才会跟着我做嘛！来看一下，矽光子这里嘛啊 ，IP 股力旺，哎，昨天收在3210呢，哎，3210你要去追吗？对不对？今天跌20块，你看一下，它是不是创历史新高？哎，老师，他赚的没有四星多呢，他已经3000多块，四星为什么还在1900？这就不是啊！你看啊，这筹码、啊，外资投信都在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看筹码一下，啊，这外资投啊，这个投信猪八戒啊，卖在最低点啊，大砍啊，啊，但是他马上不会马上涨，技术面还没翻多嘛。所以同学不要在这里看基本面做股票，很多人迷失在这里哦。老师，这家公司赚很多，告诉你没赚钱的涨的才多嘞，对不对啊？怀慈跟我一起做就知道了啊。所以同学在这里啊，我跟你讲，中中乐，中中乐，好不好？一天一档到两档，中中乐大概我们现在我们这样哈，从昨天到今天两档了，这两档都已经一。这两档都已经大赚，我明天开始，我每天都会做冲冲乐，啊，因为很简单嘛，冲冲乐要不要钱？不用钱，你今天买，今天卖都已经冲掉了，所以你用不到钱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师，我有的股票不太会动，不太会动，你就先不要动，你来冲这个量大的股票，老师很厉害的啦啊，老师昨天在三立解盘，这个什么罗生嘛，罗生涨停嘛。对不对？昨天早上嘛，老师，罗生今天涨停，哇！黄仁勋说罗生多好，我今天开盘价买，开盘价买，哇！老师涨停板没有啦，你大概都买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哎，昨天6000多张呢，啊，今天3万多张呢，我问你这种股票好不好冲？好冲嘛！我告诉你啊，3万张的股票。你冲个10张、20张、30张、50张，你会怕吗？你不会怕吗？
对吧？一定买得到卖得掉。老师，我那个小资族，小资族你不要冲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140块，你大概冲个5张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在这里，我教你怎么做，好不好？我教你怎么做啊，冲冲了，来看一下啊啊，还有今天机器人概念股很强啊，但是大尾营很多老师在讲嘛，也是涨停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问你啦，如果大尾营你没有买在这个低点，你在这里买是不是按照抬价？但是难道就不能买吗？哎，可以啊，我买就把它冲掉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罗门对不对？昨天也拉，哎，今天所罗门就不动啊，对不对？它股性就是这样啊，你要找要股性的，罗生股性好啊，值得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飞叉台、东叉台都在讲嘛，涨停板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买到涨停板，你买到涨停板那就自求多福啊，明天最好不要开低啊。所以涨停板，老师，我今天买涨停板好，说不定明天还有高点，对啊，高点你就出一下，搞不好明天开高走低。我没有就抓它是开高走低，那如果它不小心开低，搞不好我们就买一下，又来冲冲了。所以我们把股票都找好了，要看一下筹码，谁在买谁在卖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哪一个猪头在买？啊、哦？哪一个猪头在卖？我问你了，今天是哪一个猪头？啊，华星光158块不卖，去卖在152，就是因为他卖在152，你才买得到152啊，那不然就158涨到169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因为跌下来你才有机会买嘛。那问题是，你买到以后，那谁又把它拉上去的？对不对？哎，老师，拉，哎，谁又把它卖下来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同学看一下，谁在卖？昨天三大法人在卖，对不对？你看外投信一直买啊，外资一直买啊，啊，昨天都在卖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搞不好今天哈、哦，他卖一卖看，哎，看一下，他卖一卖看跌不下去，他又买回来了，所以冲冲乐每天都有得做了，啊、哦，最近有很多同学打电话进来。老师，我小资族，我就有100万，100万华星光可以冲几张？不要多，5张就好，5张就好，可不可以赚钱？可以。老师买到又跌停板怎么办？昨天不是有伟业交割？那怀慈都知道，现在新闻都在报啊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不追高都不会有问题。冲冲乐，我们有把握，我们才做啊！依照的原则是什么？依照的原则啊，冲冲乐，大家一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冲冲乐，大家一起来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啊，昨天量大价差大，艾普量太小了，价差才2.46，威盛量比较大，哎，昨天威盛有5.95%呢，今天的华星光有3.82%。欸、昨天有3.88%呢，量缩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同学来看一下，今天看一下华星光也是3.88%，对不对？今天的这个威盛也是3%，哎，今天的艾普只有，哎，昨天艾普2%多，今天也是2%多，2%多你就不要做，做2%多的没意思，我们要做都做那个3%、5%、10%、20%，对不对？同学，好，现在重点来了。明天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台积电今天法说好像不错啊。刚才怀慈有跟我讲啊，毛利率也升啦，哈、啊，营业率也升啦。那台积电的概念股明天能不能做？老师，今天台积电概念股像中沙就已经拉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台积电法说前夕嘛，中沙就拉上来了嘛。那难道？每一次都在拉吗？没有啊，看一下台积电设备。今天精彩拉最多嘛，精彩我们也是很喜欢做，这支股票也很活泼啊，对不对？今天光洋科也拉很多嘛，今天中沙也拉很多嘛，对不对？
今天宏硕太贵了啊，拉比较少一点啊。日阳比较没有量，余特也拉嘛，对吧？迅德也拉嘛，对吧？新元也拉嘛，盛一也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来看一下台积电，创意也拉嘛，啊，台盛科没有量嘛，旺系就跌喽。艾普明天会不会拉？那当然要看量，设备股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一下凡轩，哎，今天有台积电的设备股，像什么台药啦、信鸿科啦、汉唐啦、啊翔硕啦、万润啦，哎，金鼎今天跌最多呢。老师，金鼎营收不是很好吗？营收是不是创新高吗？赚的钱又多12块，12块20块。老师，金鼎为什么会跌？金鼎还没有创新高哎，哎，搞不好明天就涨停了。啊，不知道，所以同学，赶快啊，赶快，赶快呀、啊！明天我带你冲冲乐，啊，同学，你要看我赚多少钱，你才要参加。我们昨天如果价差6块钱，啊，10张6万，今天价差4块钱，10张4万，啊，我们不要说30张50张，我们以10张10张为单位。啊，6万4万就10万喽，明天搞不好一天就赚10万喽，同学，冲冲乐，赶快打电话进来，交完给怀慈。好，谢谢钟翔老师的分析哦。老师刚刚也特别有提到台积电的法说会有报佳音，那明天台积电跟它相关概念股有没有机会呢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回来之后有更详尽的分析。欢迎回到飆股急先鋒，鐘翔老师，这一段就要请教你哦，因为台积电今天下午法说会哦，其实表现蛮亮眼的，它第三季的财报毛利率是超越财测高标，已经来到57.8了。那再来就是前三季的 EPS 也有30.8元，到底明天有没有机会带动他本人和他相关概念股呢？好，注意到了哈，其实同学，我在这里都跟你们讲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一下16号，我告诉你什么啊？台积电相关设备还有鸿海嘛，对不对？鸿海嘛，集团股嘛，啊，集团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两大集团嘛，啊，不做这两大集团有什么好做的？啊，其他小型标股那几十块标涨停，我告诉你了，没有错了，有的股票标两次涨停板了，但是你也买不多嘛，你买不多，你要怎么样赚得很多？啊，我们是带会员的分析师，同学你们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既然是带会员，就是有进有出嘛。对不对？我问你，要赚30%-50%难吗？华星光我早就在告诉你100块啊，现在160啦，最高到160啊。那老师，你为什么今天还买152？当冲啊，冲冲乐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再讲到台积电的相关，因为台积电有涨，我们来看这个鸿海集团的。鸿海集团，你不要看哦，你看讯芯没赚钱哦。今天鸿海集团讯芯涨第一名。对不对？鸿海集团里面，哎，最赚钱的、哦，今天金鼎跌第一名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同学，你看一下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其他的没有量的，我们就不要说了啊。什么位数啦，这个没有量的就不要说了。讯芯跟金鼎来回差10几%，因为一个涨超过5%，一个跌超过5%，不是来回差10几%。所以同学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再看一下台积电的供应链，台积电的供应链，对吧？台积电的设备概念股，哎，有那么多只，啊，金鼎也是的，它又是鸿海又是台积电，老师又是鸿海又是台积电，那也下个被戏的，我满栽，啊，外资不买，投信也不买，人家站在卖方，啊，你要怎么办？我们看一下，对吧？你看一下，外资是不是都在卖？啊？投信买了一天都不卖，都不买了，是不是在卖？啊，现形也没有很漂亮，对不对 ？KD 指标也没有往上，老师明天说不定就往上了，盘中就知道啦。这跨回博都灾北灾北啊，都在均价线以下，怎么可以买？对不对？所以同学，啊，我们在这讲话要实实在在。那老师，明天台积电你会不会写到这个 line 里面？加 line 就知道了嘛，加 line 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冲冲乐、啊，哎，同学啊，冲冲乐 啊，一档到2档操作没有负担啊。
那昨天如果依照扣讯做的这个啊，这个威盛六块多啊，今天不多了。今天的华星光上下也是六块，但是我们因为做大概做到四块多啊，明天要不要再做？有机会我就再做，对不对？因为说实在，你看我节目看那么久，100块的这个华星光你没有买到，120的你没买到，老师我决定买150要做波段，也不需要啦，反正冲冲乐嘛，反正你低成本还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冲冲乐就是没有烦恼嘛，啊，有股票本来就是要上下做，上下做，上下做，无你是要怎啊？你们家又不是开台湾银行，越买越多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也买100，又买120，又买130，老师，我150也买。你们家不是开台湾银行，啊，有赚的放口袋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，我们 做股票就是这样做嘛，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啊，大盘你注意到了，月线跟季线是不是？哎，季线慢慢要扣低值咯，季线慢慢要扣低值咯，啊，月线扣在这里嘛，所以月季线之上嘛 ，MACD 还要往上嘛，融资没有大增嘛，啊，融券在这里是不是在这里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指数哈，明天会不会大涨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晚上我会写嘛。但我会写标的嘛，我写的标的就是可以给你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师有哪一些标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矽光子嘛，你就做这四档就好了嘛。老师，我今天啊，我今天去做到光盛，结果大跌。老师，我今天去空联军，结果涨停。掷骰子也没那么准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哈、啊、哈，比大比小也没那么准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在这里也很好做、哦、我告诉同学，今天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，老师，我今天狠起来啊，看这个什么联军呐、啊，啊，跌到225啊，下去买个50张，哎，一天赚多少钱？100多万。当然了，你也不可能，你也没那个资金买那么多了啊，但是。我们小额资金，我们中实户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赚钱？对不对？你每一天，哎，我有一些会员在银行上班的，啊，或是说在科技公司上班的，今天跟着我做华星光，10张就赚40000块，差不多一个月的薪水，差不多一个月的薪水。所以同学，股票市场难道不是这样做吗？对不对？而且我要在这里告诉你啊、哦，在这里我们都有实在的证据哈、哦。同学，我再跟你讲一下，你看那时候华星光是不是跌下来？老师很奇怪，华星光每次跌下来都会拉上去，每次跌下来都会拉上去。哎，这样子价差是10几%呢。啊、哦，这个就跟打破我们看一下联军一样啊。你看，是不是跌下来都会拉上去？哎，股票不是只有见红才可以冲呢，啊，你敢买黑更厉害。老师，你这样讲错了。老师，我就是去买这个光盛跌下来去买啦，结果越跌越多，越跌越多，结果手脚断掉，我越叫哥。同学，不要自己乱做，好不好？同学，我在这里告诉你啊，明天跟着我做啊，在这里啊，跟老师零互动，看到没有？跟老师零互动，零距离啊，零距离啊，啊，在这里啊，同学，冲冲乐一档到两档，我现在开始会写绩效，我每天你收完盘就知道我们今天赚多少钱，我每天在这里会告诉你我们赚多少钱，啊，同学，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做，交还给怀慈。好，谢谢钟翔老师的分析，提醒您投资有风险，买卖前仍要审慎评估。飙股急先锋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